然后直接送篮下。好，对，阿斯顿，啊，再传球要打出手了。哇，策略成功！哇，这是一个打板，而且超前的三分球逆转战局的一个打板三分啊！哇、wow ，非常漂亮啊、哦！又用高位的一个落边掩护啊、哦，再把球给了 POS 之后跟进的三分球啊！哇哇哇！这个三分球会不会因此让领航员重新找回了逆转的这个感觉呢？我们看看最后的十二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